回来，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是厦门 VG 2-0要抢赛点了。现在压力来到了长沙滔博这一边。是的，而且前面两局可以说是没有让他们反应过来。我觉得，朱晨教练说的很对，感觉没有睡醒。这整体状态的话，确实就像他们第一把莫名其妙交了一个闪现，对小东这里，包括第二把的鬼谷子，他们只打出来过上路的一波配合，击杀掉了马超。就后续的话就没有打出来控制链了，导致了让这个小磊的名次彻底完成了一个复合。是的，然后长沙滔博这个阵容真的如中村教练所说的做梦组合，没做成功啊，做梦到了最后，所以这一局他们一定要清醒一下了。因为刚刚第二局结束之后，画面给到他们的训练是气压也非常的低，对，就选手之间互相观望一下，咋回事呢？就想不明白，最多情，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住自己的状态，看一下双方第三局的 BP。蓝色方是长沙滔博，这把白方选蓝，然后搬了蒙恬和盾山之后，乔离放了，但是明星跟宫本武藏全搬了，嗯，肯定不能放。大乔家老夫子，厦门 VG 的大乔体系三战全胜，这是他们的吃分体系，最自信的一套。然后上一局的话，马超阿古朵也是拿到自己的赛季首胜，嗯，很不容易。那滔博这里则是拿张飞加上西施的组合来限制一下乔夫，但这把厦门威界中单还没出，因为他们前面用过的周瑜理论上跟这套阵容比较好搭的，比如说王昭君，比如说干将莫邪。干将挺不错的，他线上比较counter西施，手长打消耗，但也容易被搬掉，嗯，看吧。厦门威界这里边路搬了关羽，然后长沙滔博的前面三手的选位都是比较克制大乔体系的，强制位移三个点，打野位缺个有一个有爆发的，然后能带线的娜可露露，娜可露露有点弱呀，那就橘右京，看还剩什么，两个都在，都没搬，一个打野都没搬。 VG 这里限制的是边路的苏沫，搬了一手关羽加廉颇，因为关羽和廉颇也都能限制到大乔，嗯，一个击飞，一个强制位移。那其实还有项羽呢，项羽可以。如果滔博想补坦边，项羽是比较不错的，打大乔跟老夫子嘛。然后这里长沙滔博搬了是孟希、王昭君，放了干将莫邪，但是 VG 选择了是姜子牙，加上狄仁杰的黄牌双减抗，他觉得可能长沙滔博会出一个双前排阵容，嗯，娜可露露，一个偏弱的，但是起来之后爆发绝对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项羽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双前排能不能站住，如果说被厦门 VG 这个阵容前期优势滚起来，无论是带线也好，这个双减抗打前排的速度也好，都是比较快的。是的，最后在打野位给 QY 锁了一个蓝，这样子的话他其实打前排有姜子牙一技能以及狄仁杰的大招黄牌嘛，是可以慢慢打的，然后收割点就交给了这个蓝，前排就是一个老夫子，让他来打先手，然后还有大乔的电梯给到续航。但一般这种阵容在大乔配到老夫子情况下还出射手，老夫子这里的经济会很差，嗯，因为这个大乔你说你到底跟着谁呢，前期还是得要先帮一帮中路抢抢线，然后再转到下路带一带射手，到后面射手的装备相对来说成型的时候才可以去跟老夫子。对，如果出了射手然后又有老夫子情况下，大乔其实挺忙的，他有点顾不过来，嗯，但是如果像我们之前看到大乔老夫子配龙虎双边的情况下，那他就一直绑定跟老夫子，因为这套阵容的关键点就是老夫子，老夫子是他们出节奏包括开团的手段。但是他们想的是可能拿一个狄仁杰加姜子牙双减抗处理双前排速度会更快，中期的伤害不会缺失，包括狄仁杰打公孙离狂暴公孙离也没有什么问题，在对线期再加上今天小年状态确实不错，在下路对线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狄仁杰真的能压得住小鹏，那一举双得。那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的交手，蓝色方长沙滔博，红色方厦门 VG， 我是小鹿，我是潇洒。已经是2-0厦门 VG 领先的一个状态，这一局如果能拿下的就抢到赛点了，看看开局，开局两边的打野自下往上刷，然后也没有 VG 是没有做换线，但是滔博是为了抢中让阿里走了中，嗯，游戏内赛事专区当局总时长能否超过20分钟，预测的话都觉得会在20分钟以内，4-6开的一个
击中。然后厦门飞机的话 ，KY 这里是选择蓝开，然后小宁延迟上线，先帮他做了一波，打蓝的一个处理。对。那既然滔博开局是做换线的一方，那这个中单阿离他要打出作用，要不然他在中路其实亏了一些发育的经济。前四分钟经济兵，但对面是姜子牙加大乔，其实这个抢线速度不慢的，看这一波线权就被厦门飞机抢到手了。对，大乔开始动起来了。他先保证的是纳克鲁在第一波顺利刷完双 buff， 终于让已然开局拿到了双 buff。嗯，终于已然顺了一次。但是莱恩提前到四之后再上路蹲，然后大乔也在藏草，没有露视野。对，纳克露露去上被看到了，上路是个三打二的状态，公孙离跟张飞离得有点远的，纳克鲁回身一技能，这里被大乔的乔给决断之后给沉默了一下，蓝回推，哎呦还好他足够肉啊，还好吃个项羽。苏沫在叫一技能撤退的时候被老夫子勾了一下，导致了自己反方向，嗯，还有点危险的。这波挺。有点危险，因为背影已经到四了，也就是厦门 VG 觉得可能这波还不能接，中线要到了也没必要去追着一个项羽打。对，下路哇，黄牌直接进，这个反应，脚底还有个沉默全部给上了，纳克鲁也就是给了个一扑了一下，动不了。厦门飞机的双边线啊，警觉性是很高的，很稳当，严防死守。然后前两局的野区也都先拿到了优势。嗯，这一局两边算是一个相对均势。然后长沙滔博用射斧放中，然后保证纳克鲁第一波野区是顺利刷完的。嗯，这一波苏沫的闪开，他们其实想杀老夫子有点难，想要借助塔杀。塔的伤害去击杀掉老夫子嘛，因为他想一闪现过去一技能顶回老夫子，然后接上西施两段拉到塔下。嗯，但是背影第一剑他出了是韧性鞋，而且还有个守护者之铠，挺肉的，就是你顶的角度顶不好的话是顶不回来的。嗯，想要进野区也进不去，线权抢不到，只能把项羽接到中路来了。那项羽独享经济吗？让他快点发育成型，把坦度叠上来。其实是能吃到的，只不过补刀的话都是被项羽补了。嗯，他上线已经放给纳克露露了，下路河道之灵是被小鹏这里拿到了。雨辰一直上下路跑，但是没有，还没有出手。目前他出的是个疾步之靴，所以转线的速率比较快，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动。对，现在其实长沙滔博具备打一波团的能力，因为张飞也到四了。哎，逼了个闪，逼了个闪现。小磊带的是闪现，不是进化，他主要也是怕对面的突进。对，他拉狄仁杰的话，其实狄仁杰有二技能也不怕。嗯，他只能去找找这种没有带进化的。蓝 buff 给我也顺利拿到。这么平稳打发育的话，其实厦门 VG 比较乐于见到的。嗯，慢慢打嘛，等着老夫子这里把自己的坦度堆上来，然后再汇合，打带线，也可以抢双边线，然后再利用大乔大招传送下路线抢了，想传到上路。上路摇人，小年这里黄牌给上，然后张飞吼了个大招拆火，小年交出一个狄仁杰 ，QY 这里是想推小鹏的，但没成功，上路直接做大招过去。这波大乔给大了，意图是很明显的，但下路打起来了就没有达成夏目VG想要的那种效果。对，中下抢完线之后直接大乔摇人摇到上路。看一下解说实时预测，朱坤、月光和零二是看好长沙滔博，西盘和老王是看好厦门 VG。 就刚下路那一波打完交了不少的技能，哎呦，背影解没拉到，提前减速了，但是跟纳克鲁的配合就缺了点控制。嗯，那还挺伤的。小盾视野探得很深，抢小野，因为前面他也没有控到 buff， 只能偷一下小野，再逞拿一个大的，给 QY 留了个小的。嗯，中线已经到了，五分半钟，现在还没有人头的爆发。厦门飞机是不慌的，我就利用大乔的这个机制慢慢的调度边线，
拖前排，就看背影，如果夏末危机想打的话就看这个老夫子。嗯，但他现在闪现 CD 没有转好，这里是原地滚了一个张飞，逼了一个大招，宁日交了个二技能解了一下控制，然后被蓝回推过来。小我觉得张飞大招交太早了，他应该稍微晚一点。背影捆到他的时候，第一时间他就直接吼了。他的血量其实还挺健康的，对，他可以撑到极限的情况下，然后再撑一撑老夫子大招，等老夫子大招快消失自己极限血量的时候吼个大，然后说不定还能走，就能走了。他直接就吼了，那这样的话你还要在大招里待好久。这可能是前面两局下来的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心里有点急了，前面两分丢得有点太快，现在比较心慌，一定要减少失误率啊！现在长沙滔搏，嗯，先看夏末危机这波，老夫子有大闪没捆到，拉回来一个，然后张飞二技能跳了一下，一技能抡一下，然后项羽顶上去，霸王斩两个，逼出了敌人，这个二技能接闪现，那个卢一技能已经挂上去了，个普攻带走小蝶了，背影这里还能再扛，锤两下苏沫，苏沫能走吗？蓝进场一口咬死 ，KY 这里拿到两个人头，再大刀推过去。这样的话，那可露露也倒在了 QY 的刀下呀，三杀蓝，二换三啊！那可露拿了两个人头，但蓝这里收获了三个人头，活到了最后，一波肥起来了。这波其实，哎，先看小鹏吧，想蹲一波，能蹲到吗？算了，没找着。嗯，这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末将的姜子牙，他的大闪。打残了滔博两个人，虽然背影这里开团一开始没中，然后滔博这里是张飞没大了，然后姜子牙大闪直接将阿离跟西施打退了，正面只有三个有人有作战能力的人，等于 VG 还是以多打少，然后正面全残的时候 QY 才进场的，正好是可以让他收割的残局。对，纳克鲁这个时候技能已经全部打完了，这是姜子牙在团战当中的作用吗？限制 C 位的输出，就一个大闪下去，而且刚刚大乔的几个技能跟姜子牙的大招其实是配合上的，把地形全部封锁住了。对，又有沉默又有击飞，但是这一波滔博进蓝区是有收获，反倒了这个蓝 buff 拿到了，但这么打其实这个优势还不够啊，对于长沙滔博来说他只能说是勉强止损了刚刚那波团战，把中路一塔给推了。嗯，然后纳克鲁有两个头加速了一下自己的发育，但是对面的蓝也更肥了，看下路这波背影老夫子是没闪的，但给个加速冲过来，三个草里还有一个没兵线了，要走了，蓝在中路藏了一波视野，带着姜子牙过来推塔，一般来讲都会把中单法师留在家里守线，让他在中路不要动弹，但没想到这波把末将都带出来了，他让 QY 守中，可能觉得因为中一塔掉了嘛，姜子牙一个人在中线也比较危险，他只能在二塔下。嗯，蓝的话怎么着他自己也有逃生技能，开始打单带了，正面让姜子牙狄仁杰老夫子来守，但大乔给大了就换塔了，下路二塔还能守，然后上路的话对于滔博来讲这个塔就守不了了，没人，转线速度又慢， 这就是 VG 利用了大乔的优势，拆完走人，我正面不好守的情况下，那我选择给你换塔的情况下路你还兵线不够，没推掉。然后正常情况下长沙滔博应该是不断的限制到厦门 VG 的野区，然后因为他破了对面的中一塔嘛，但是他其实野区没有进得很深，没有持续进，对，这蓝红统一刷新了，但小年已经把红拿了，蓝 buff 的话也没了，滔博这波等于是野区没有继续控了，上一波是控到了蓝嘛，那这波没有继续控的情况下又出来了，下路危机，对，带出去了，带下。其实小盾有意识在做这种加速装嘛，已经做出了风铃文章，然后他们是要冲一波对面带线的人的。其实他们人均有强制位移，就纳克鲁又有高爆发，如果能够逮到的话，还是比较好打的。那现在就问题就是抓不到，一直抱团在中路，那就等龙团，然后背影这个位置先捆了个前排，捆到的是项羽，但是我直接进场，姜子牙再减速了一下，末将一套被秒了，然后 KY 进场想要收个残血也被秒了，那可露露这一波状态持续得很好，张飞再一个大招再吼再扑两个，两个全死都没有被传回去，我只剩大乔一个人，中路有一个炮车可以先推塔的，然后龙的话随便挑，
就是潇洒说的，他们的四个强之位加一个高爆发，这波是完全配合上了。他们的正面是比厦门危机要扎实很多的。然后厦门危机选择了自己开了一个项羽，他开了最不该开的那个人，最肉的那个人。他可能想的是十分钟龙团节点，我上来先捆一个前排，利用一些狄仁杰啊，包括姜子牙的这种减抗性手段，先打打你前排的状态。然后再看这里啊，其实已然的位置他们不知道，没探。捆的是项羽，末将第一时间逼了个闪现，然后蓝进场又被公孙离的大招推到墙上，推晕了，就换掉了一个西施。然后正面张飞又一声吼，把人全部吼退，圈根本进不了。其实厦门危机不应该这么去正面接团。厦门危机要打就是打他们前面的那种，要么就换节奏换塔嘛，他们会转。然后要不然就是打一多你多打少，然后看着对面一条路在边线露头的情况下，你打另外一条边线，对，利用你大桥的大招把你的人摇过来之后打人数差，这样有优势。因为正面他的前排其实就有老夫子这一个人，老夫子现在只有两件套，一个魔女斗篷加一个尖风暴。这里老夫子捆的是个张飞，有大的张飞啊，让狄仁杰，但是这个伤害量有点高啊，是黄牌加上姜子牙减双抗，张飞顶不住嘛，他这样的话就是逼技能打残。刚刚在龙团他的想法也是捆一个前排我压你状态，但是没想到的是旁边草丛视野他没探，就是这个纳克露露第一时间把姜子牙给打残了。姜子牙是想过来跟叔叔，但没想到我有命来没命走啊。对，一波让滔博打出了绝对的优势，现在五千的金沙在手上，正面团战基本上是稳赢的。对于危机来而言的话，就老夫子这个点他要怎么捆，如果他是一个大闪往后排捆，捆到的是一个越过了张飞越过了项羽，你后排能跟输出的也就姜子牙一个大闪，对，除非蓝绕得特别好，这两个人形成了一个跟老夫子吧形成一个三角杀，老夫子大闪捆过去，然后蓝跟姜子牙的大招做一个配合，大招过去的一瞬间蓝扑过来，这个是理想状态了，但很难啊。然后小年的狄仁杰现在只有三件套，他没有逐日其实不敢上来补伤害，最多就是一个闪现黄牌，他那这样就没有逃生技能了。狄仁杰这把最好就是慢慢打前排，对，没人保他啊，只能靠大乔的二技能看有没有这个命做进去，很难。现在才8100的一个经济，现在对于危机来讲不好打正面团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视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面大概在哪个地方蹲，他蓝也不敢绕。然后长沙滔博这个阵容有西施的先手，有张飞和项羽的反手，他们是完全不慌的。来这里捆住了顺秒，然后蓝再来回再刮，把张飞的大招也被逼出来了，就打了一波猝不及防，脱节了长沙滔博。下路在处理兵线，中路的人还没有就位的情况下，西施往前想要吊人的情况下直接被开了，但其实没有必要，边上只有一个张飞，就是你在没有前排没有顶到前面的时候就有概率会被老夫子大闪捆到，而且即便西施拉到人又怎么样呢，边上一个张飞也杀不掉啊。对，我们说的那种情况是你前排在正面，然后老夫子越过了前排捆到了后排，对，那你前排可以帮你拆火，黄牌定到苏沫走了，这样就把厦门危机的视野放出来了，上高的时候出现问题了，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长沙滔博他的场均时长现在是全联盟最长的一个队伍，一方面反映他的韧性，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中后期上高的一个失误率会比较高。那这波是雨辰走在了最前面，直接一张黄牌，老夫子大闪，就算雨辰这波开了大招拉到了狄仁杰，狄仁杰有二技能啊，对，他反身一张黄牌你怎么走，有二有闪，边上队友全在，太急了，还是太心急了，张飞都还没就位，这波再捆了一个前排主要是为了拿龙，危机这波再拖时间，张飞这波是没有大招的，纳克鲁凡是一技能挂下去，老夫子坐圈回家了，大乔提前给了个圈，那有这条暗影主宰的兵线加持，那可以拖好久啊，感觉要风暴龙王见了。今天游戏内赛事专区的小伙伴还觉得这一局可能会就是在20分钟以内，除非突然间猝死，但是现在对于 VG 而言有兵线上的优势他们就不急了，就等着滔博在处理兵线的时候突然间哪个位置往前站了，那我就可以找一波机会开了，是继续控一下中线，然后厦门 VG 的思路就是我再拖只要高地不要丝毫不慌，
项羽也出了一个疾步之靴，然后纳克鲁这里装备其实已经神装了，早早神装，他现在都有富余的钱了，可以换复活了。狄仁杰也终于把破晓做出来，那这样打前排会更快。老夫子想开，因为看到了项羽不在，但是这波拉回来，张飞没捆到，被拉了，自己输了，要被秒吗？二技能开出来了，姜子牙一个大招想要做一波拆火，项羽这里想要往前顶，逼出老夫子一个闪现 ，QY 这里被集火了，能走吗？过蓝墙。走了，给了个机会发射，纳克鲁鲁被打出个复活，姜子牙一个大闪，打出明刀，还打死了两个。小年这里还在追人，追了个花臂，黄牌命中了苏沫，但是这里伤害跟不上了。但上路是有一条超级龙的呀。是的，这一波末将拿了两个人头啊。这波小年打到后边近乎满血，一直在点64%的团战输出，打到第二张黄牌都好了。对，开奔狼强冲，老夫子先往前走，逼位置。刚这波团其实背影第一时间没有捆到人，是失误了。勾回来，再捆住苏沫，然后 QY 这里直接压到血钳里，把雨辰的位置给压反，但是被拉回泉水了，自己要掉复活甲，明刀碎了，但是有超级龙在喷水晶，让我们恭喜厦门 VG 3-0，来到赛点了。这前期15分钟一直被压在家里打，但就在中路的一波团战，猝死了呀，就打对面猝死。这个我们还以为可能会拖到风暴龙王剑，本来厦门危机第一手老夫子开团失误了，已经被打得落荒而逃了，蓝的进场也被公孙离给防住了，被打残了，就是他们在追残血的时候出现了脱节，纳克鲁扑空了，然后被狄仁杰追着点，公孙离追到那个狭窄的路口之后没技能了，他走不掉，被姜子牙一个大闪。我们看训练室的一个状态，现在长沙滔搏气压更低了，就几乎5个人已经不交流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给沉淀下来。其实上一局前期优势非常大，但就是失误率太高了。他们上一把打正面团赢的概率也非常大。其实当时他们的反手，他们有张飞有项羽两个大前排在，只要不慌不忙，利用那个5000的金沙慢慢往前压上高就可以了。对，稳住心神啊，现在已经来到对手赛点局了，希望长沙滔搏可以加加油。稍事休息，把时间给到评论席。哇，这一波翻盘，那条主宰对于厦门危机来说太关键了，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大桥体系嘛，所以其实越往后拖他们就越有机会，果然也被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长沙滔搏在这一局刚刚给到了休息室的镜头，感觉他们这样的一个气氛又下降了一次。因为这一盘真的是滔搏拿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阵容，而且容错率非常高。对，它是一个双前排的一个情况，而且对手不是很好，直接切到后排。当然他们休息室的那个画面就是大家都沉默，就是打得不好的不好意思说，对，打得好的不知道怎么说队友，是就这个样，就是这个样子。这把实际上就是从西施的那个中转上那一波被走位失误，真的是走位的一个失误，啊，就他们一个 C 位没也不能算是一个 C 位吧，就是他一个脆皮是站得太靠前了，就想要去找机会没问题，但身边要有队友，然后小盾为了接他买一送一。是这把西施还蛮关键的，这把西施实际上很舒服的情况是双前排站在前面，他在那个地方吊人，给到对手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对，但是那一波走位失误给到了厦门危机一个拿掉主宰的一个机会。但是中期往后走，看到小磊这边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大桥的圈不是说老夫子在被拉的情况下立马给他，是一定等西施两段快拉完的时候他给一个圈，这样他能保证老夫子能够第一时间踩圈走。最后的经济曲线危机这边就比滔搏多了200块钱，本局的 MVP 果然是给到了厦门危机的小年，最后狄仁杰那波太关键了，狄仁杰那一波真的是真正的战士。是的，老夫子开完团了，然后也被打残了，包括蓝也残了，但没想到的就是小年那边站出来，对，还能打。小年是依托了中右的那个地形制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出环境，再配合姜子牙的一个大闪，对，一边走 A 嘛，包括这一波，就这一波，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一波也是他站得太靠前了，想拉人。而且雨神想的是我先开大招，就动作意图很明显。小年也是这么想的，瞬秒。而且小年是个狄仁杰啊，你看这波就是开完了，但是没有开到，而且被打残了，这个圈还踩不了，只能走。对，大家边打边撤的一个情况，然后看这时候看小年的一个输出，就基本没停过，依靠这个中，依靠这个地形。这波虽然前排都，对，太关键了，前排虽然都撤了，但是那堵墙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屏障。没错，苏沫也难受啊，刚刚那儿看到老夫子残了，想上去把老夫子收掉嘛，结果回头一看怎么自家队友也没剩几个了呢，觉得说这一把的长沙滔搏他们应该打的是非常难受的，
这样的一个被翻盘的局面，更何况是现在 VG 是3-0领先，手握4个赛点。对，这个是很难受的，因为对于长沙 TOP 来说，其实他们在大刀阔斧的做了一些变动之后，人员上的轮换之后，他们是想要去稳定住，然后寻求在稳中求变吧。而他们今天看起来前两局打得有点太稳了。对，然后往后走，你看是第三局前期也拿到优势，那中路的那波团打得也非常的好，是，但往后走就是你上高地的细节没处理好，你站位靠前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失误，这些点点滴滴积累在一起。因为前面我们在下面沟通的时候，亨战也说这个阵容按理来说不会容易给失误，那么多拆火的，对吧？而且两个前排站在前面，你很难去直接碰到这个核心位的西施。你要说像张飞前排下路二塔有一波张飞被开了，我都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他有一个大招，但你西施被开就没办法。对的，说我觉得他被厦门危机给3-0领先，这样的一个局面是肯定接受不了的。在长沙滔博的波期的这个交战史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因为毕竟他们前面都是先输两把，然后第三盘追回来，以一个1-2的一个比分进入下半场。但就是都说什么长沙滔博啊 ，BO7 先不输两把不会玩。哎，现在这个版本真的是，你碰到这种状态很好的队伍，你输了两把你就不能玩了，你就玩不了了。而且你给到了对手很大的信心，包括这一把厦门危机直接翻盘了。对。那人家的信心就倍增。主要是赛点太多了。对。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亨将可以帮长沙滔博这边来算一下，看一下他们前三局的阵容。其实他们第一局用的也不少，这个启蒙组合什么西也用了，蓝也用了，静也用了。就对于长沙滔博来说，他现在是能追一分是一分，尽量拖到巅峰对决。滔博现在鲁班还没有用嘛？滔博现在一个鲁班没有用的一个鲁班大师没有用的一个情况下，下一把滔博他选择了一个蓝色方，然后在蓝色方的话，宫本大乔上一局危机也用过了，包括这个鲁班大师。鲁班大师的话如果给的话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吧，我觉得还是不会给到一个完整的弹弓。如果说是危机想在下一盘直接把比赛终结的话，就不是很好去给这三个英雄，一定会给一个，我再考虑给哪个会好处理一点，感觉给鲁班大师吧。你相比宫本和大乔，我觉得给鲁班大师会更好一点。对，因为大乔来讲的话自己已经用过了，对面不用一手去抢大乔，然后给到鲁班大师，我觉得分两步看吧。给到鲁班大师，一方面的话是弹弓这个点你怎么去处理，对手是一定会搬盾山的，而且你的姜子牙在这盘使用过了，对吧？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觉得还能再退一步看吧。如果对手使用了这把使用了一个完整弹弓，危机输掉了比赛，实际上也是帮他们的英雄池做了一个施压。在第五局比赛是有机会直接拿下比赛的。对对，所以我觉得鲁班大师放出来的一个情况下。对于这里危机能处理的英雄，兰陵王算一个，关羽算一个，对吧？因为毕竟苏哥蒙恬已经用过了，项羽也已经用过了，然后这两个英雄用完了之后，关羽伤比较好打，实际上后面就要注意苏沫的一个花木兰就可以了，把这个花木兰排除了，基本上关羽就比较好对线。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可能就是兰陵王来去处理弹弓吧，因为弹弓这个英雄确实需要一些比较偏门的英雄来处理。对，兰陵王这个英雄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也是可以去走到游走位置嘛，他有双重的一个选择。对，而对于厦门危机来说，其实现在他完全是领先的嘛。对，他能出的还有很多，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厦门危机就是把心态放平，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很害怕的是这时候心态失衡嘛。这时候如果心态失衡了是很糟糕的，尤其是你如果觉得哎，就如果这把厦门危机在打之前你觉得我这盘一定4-0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在这场赛点局一旦是被对手获胜了，实际上心态是会受到打击的，所以我觉得就放平心态，心里就想自己有比较多一个赛点，但每一场要稳扎稳打，把自己做好就 OK 了。对，我刚才仔细又想了一下，厦门危机还有一种 BP 的方法，就是他大乔也可以放，大乔鲁班大师都放出来你选嘛，反正大乔我用过了，你肯定是想的那我把共有的英雄鲁班大师先拿了，那我大乔我也不选，我把你姜子牙搬掉，姜子牙跟宫本一半，那你只能被迫去拿鲁班大师跟鲁班七号，那你这个组合的话就可以去想办法去打了，也可以吧。对，这也是一种方法。是，但是宫本是绝对不会放的，肯定不给，这个英雄太恐怖了。就现在对于两边的心态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就像刚亨将讲到的这样，我觉得厦门危机他的心态要做到去放平，然后不能有一个心态失衡。对，这个点也比较好奇，说在他们3-0一个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教练会跟选手去做什么样的沟通，
通，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可以去探一下究竟。是，对。而对于长沙滔博这边来说的话，他们就现在就是难上加难。对，真的是，因为没有人想到说这场比赛上半场会是厦门威霁3-0长沙滔博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滔博现在就是不要考虑后面的英雄池，他每一把他至少这一把要把英雄全都强势的掏出来，是，然后赢下比赛，然后后面的话实际上在全局 BP 上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你想一直追分的话意味着选边权一直在对手方、对手一直有选边权可以控制你的英雄，然后你还可以，你还要一边省着英雄，因为你后面起码还有两局要追，但是非常困难，已经0-3了，就没有资格去省，你只能是什么好拿什么，先拿一把什么强拿什么，对的，就先赢一局让大家知道那种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先赢完一局就即便他真的第四局赢了，是，你往后第五局第六局也还是一样的处理方式，有什么拿什么，不能省，现在先把这个士气提起来吧，因为感觉滔博的第二场第三番第二场第三场的一个失利明显就是两个极端、第二场就是选了一个做梦组合然后梦碎了、然后就很失落，然后第三场不愿意再做梦了，然后第三把不愿意做梦了，玩了个稳扎稳打的，眼看就要拿下胜利了，摸到水晶了，然后个人失误又碎了。 对，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昨天深圳 DYG 的那套阵容，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很不错，金蝉配到花木兰和盾山，是，哇，容错是真高，那个是肉的你完全打不动啊，那个免伤效果太高了、对吧，金蝉的锦蓝宝衣有加成，然后盾山自己立大招也有，花木兰进场切重剑往里平堆你打不动他，是的，就你没有东王这个点你很难解决掉，对的，前期是可以把你野区接滚烂的，那就是说白了就是要给苏墨去拿花木兰这样的一个强点了，是的，对，我觉得是一个奇招，我觉得让苏墨拿站边，刚刚其实看到苏墨玩那个项羽啊，对于那个残血的老夫子多么的渴望，我觉得他真的包括给到休息室镜头，我觉得苏墨是非常非常渴望胜利的，他也尝过胜利的滋味、之前采访到他的时候他也是，我觉得苏墨他在绝境当中去站出来的能力一定是在这五个人当中最优秀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长沙滔博的所有队员他们现在一个要做的事情就要把失误率减少、刚才那一把这么大的一个顺风失误的就是关键的失误是直接让他们葬送了好局，因为他们也没有说失误的很多嘛，对，一波就没了，是，是的，让我们共同期待，把时间交给解说席。